阿弥兄弟们，有啊，你也比比错啊，你拢无死过，你啊，所以各位呢，为了众生，你也点点点，然后你就死给，你马上要念个哪一个佛来帮助对方，来对治对方的痛苦，然后这样练习到变成你的自信。其实你在念佛，你就是佛，因为你在念佛，佛的力量就透过你的心叫它都显出来，你了解吗？啊，这来对玻璃头哦。但是有人用铁把号用这个镜，太阳光折射会不会进来啊？太阳光本来就存在，佛早就成佛，但是能够把这个光带进来的是念佛的人，啊，念佛的人功德很大，因为他可以把佛光来照出这些黑暗痛苦的众生。啊，所以各位你要有这个啊，所以念佛等于佛的力量一样，啊，你要点点那种，你就一直在开发你的佛性，啊，所以念佛的功德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生命法语。耶稣跟合佛有着很密切的关系，同时跟我们的自身的健康福德跟正中智慧的定力拢有真大诶关联，希望咱每一个人拢爱有一个正确诶认识。相信有智慧诶人，对家己一定会关照、爱护。要对什么所在去爱护呢？就要将印象去爱护，唔通将个性去要求。正因一定得果，正什么因？将来一定得什么果，爱在这个方向去努力。应该竭尽所能，和佛陀的教法的音声，伫将来毋捌听闻佛法的所在传扬。菩萨可以将佛法带予人，使个人会当将佛法付之实修，并依照佛陀的教法来行。
正是这种做法，使我一切诸佛的事业繁盛增长。佛弟子无论出家或者是在家，拢应该致力于追求佛法的真理，唔通迷失伫迄个名闻利养的中间。所追求的不是形式，而是真理，就应该精进修法，并且养成早起修行的良好习惯。俗语讲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”对梵文翻译过来，就是指欢喜心，是指和对方生起欢喜心。供养三宝，就是和三宝生起欢喜心，和佛菩萨生起欢喜心。难道无供养钱财，佛菩萨特别欢喜吗？不是的。安怎才会当让佛菩萨升起欢喜心呢？爱如理作意。按照佛法的正道，确实修行，佛菩萨才会因此而生起欢喜心，这就是无比的供养啊！这个供养的功德是无法数量的。王上来的提到因三恶处，甲各三恶处。所谓的因三恶处，是指贪嗔痴；各三恶处，是指地狱、魔鬼、畜生。当咱的内心升起贪嗔痴的时阵，自然会升起类似三恶处的痛苦，而嗔恚心就好比像大火，是堕落地狱的主因。
地下世界是黑暗的，在我们的内心生起强大的嗔恚的时候，会感觉到周围都是黑暗和迷糊，看不清楚，或者会感觉到周围都是灰的失志向的暗。地下来的角度拿着魔和剑，当我们的内心失去强大的嗔恚的时候，就亲像有人用剑刺入我们的心脏，那一款心真痛不自在，又搁不爽快，这就是亲像地下中的痛苦。有人问禅师如何区别世间人的智无之分，禅师笑笑地答：无知的人在诸事不顺遂的时候，关心的忧愁，心情沮丧，一旦事事如意的时阵，就雀跃不已。这就是无知人的特性。以智者才已经看清了生命的本质，未因为所有的得失而动摇心志。搁再问师父，生命的真正意义是甚物？禅师答：生命的意义在于超越生命。七世法王伽玛巴五金勤劣道劫开始，五祖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因缘依存的，没一个是可以完全独立的。咱依赖人群社会为求彼此的帮助，因此伤害他人只是减弱了家己的互助系统。那安尼，为什么要伤害家己呢？咱应该处理代志，就是咱应该重视着尽力。